再更大一点，更牢了。好，你再整一次，再整牢一点。蒜香味，来香这边，来我们出去拍一场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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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那个连帽，哇，成功！今天在向掉，直直的有没有哈？面要缝了吗？缝过了。好。慢慢缝哦，哈，小小的缝，小小的，哎，成功，这样很好，很好。什么？是要怎么？然后我们就缝长针缝。到线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到最后啊，一次就会拉，一次就拉起来。你看，我们现在都会看到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哈，然后这样、啊、最后一拉哈，还有一个洞。好，慢慢缝。哇，姐姐你很棒哎，做第二次你就会缝了。没洞洞。没洞洞了哈。你缝第三次你就可以当老师了，下次来当老师了。好。哎、欸，那你要那个打结啊？对。打结的话，你这个要还是要穿线啊？那我要这样。好。厉害哦，下次可以教妹妹哈，当小老师。他缝得很棒哎，真的、哦，棒啊，小弟。对，他刚刚第一次还不会缝，第二次缝的哇，缝得很棒，非常正确。他几年级啊？你们几年级？二年级。二年级很厉害。这个。这条拉出来，对。好，然后再缝两三针，把它藏起来。再这样来回缝两三针，把它藏起来。这样子你看哈、哦，这样子，再缝一下。好，再缝两三针，然后就把它剪掉就好了。你好了吗？好了。哇，你也是这么棒啊、哦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缝发缝的那种。找到那个罐子豆子，好，针线哦，对啊，很特别，拍照真的，他们，对啊，这个是可以拍照的，这个是，好像可以拍照，香蕉什么的，对啊，做60斤，棉花不是，会啊，做很软软的，给他抽了。做不起来，对，超级比较不挺。不过它的棉花，不过它软有软的可爱。如果你们要填一下棉花，我们可以就是补充个50元，真的、哦、就可以帮它补充。对，要帮它补充。哈哈哈哈哈。还是它本来长得就是这样子。它的棉花，它那个棉花已经都没有弹性了。对啊。胖猫熊才可爱，抱起来才有感觉。我们来念。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吃。哦。稍微身体僵硬。你让胖一点，可是你要给他做做看。嗯，好，看可不可以做。小棉被。小棉被。
那你坐头，然后你来着，然后你塞头，肚子头不是塞，头怎么这么塞？头这么扁，你跟我说你塞好了。我不问他真心，相信你自己。哦，你不问哪哦？哎、欸，这小熊，阿妈，阿妈你在拼啦？是是。我要拼这样子。没有啦。嗯、哦，我讲这是小熊的裙。对，这是小熊的那个裤子啦。等一下，阿妈你在拼，我不愿看，我不愿看这个物件。我呀，我妈。他拼了不多嘛？就是长长针缝啦。我是大一只脚。它、啊、这个线线图样，对对，你看它这个熊长得很可爱的，你它的熊比它可爱。你两个看我看一下，那哪一个？这个。可以试穿吗？可以。小心，为什么你有一边是辣的？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同步会不会上？啊。啊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个人会进去。哇，缝得很好哎，好会缝哦，姐姐好会缝哦。你有教吗？啊，等一下，他很有创意，一样有没有？把衣分这样这样。好，拉紧哦，哈，然后现在拆下来。嗯，棒。拉紧，拉紧，它线才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哇，你后几个像现在设计师，这整套的才好看。啊，成功！好，这穿出来，方便一点。好拉出来哈，好拉出来，现在两颗，两颗，对不对？现在不是有两个，是不是？那你就把这边剪掉。剪到有上一条。剪这边。等一下。要藏起来啊。要藏针啊。啊，那我已经又打一个结了。那你要打。好，藏起来，藏起来。你要将那个把这个剪掉。好，然后剪这边剪掉。哎、欸，剪上面，剪这边，对。OK， 哎、欸，等下剪那个，对，好。OK， 好，展示一下，你给妹妹看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子的气质的熊可以吗？可以吗？